你好，先生，这是购房协议，我先领阿姨去交下定金。哎，老公，你爸妈不是说给咱们买的房子吗？这房产证上怎么写他们的名字？我们呢，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我妈呀，想让咱们住得安稳一点，这个钱呢，还是她自己拿的，已经够好了。等咱们以后有钱了，咱们自己买，还写你的名字。不行，谁知道那个时候咱俩还在不在一起了？我现在就要写我的名字，不然就分手。你干嘛呀？你这不无理取闹吗？今天必须写我名字。那你怎么这么护着你妈呀？我这不是护着我妈。我问你，我和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不说是吧？好，我们分手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会嫁给一个不孝顺的人吗？妈，今天的房子不买了。